咱们的世界到了，这是门儿吧？这是西魔国地宫的入口，难道这里是千年古国？我总有种预感，那个异族人也许能帮我们。我们认识吗？在那从这一天开始，西魔国沙漠雄狮。这可是西魔国的地图。 青龙反手，朱雀刀将，你这命脉怪在。你们俩跟我们去跑趟活去。你们是哪个部落的？为什么来禁地？禁地。 被封印了千年，带着满腔的怨气而来，不是凡人的力量可以制止的。一旦让他苏醒，没人能活着。我身为少族长，保护族人是我应尽的责任。